可惜你来晚了，我已经跟佳佳表白了，你坐再多都是白费力气，请回吧。他答应了吗？这人真俗，忒功利，怎么只看结果呢？佳佳喜欢被追，我就愿意满足她身为小女生的虚荣，这是我们俩的乐趣，外人不懂。师弟教育的好，学习了。哎。 是不是我话说的不够明白啊？是个大忙人，好山好水好风景，泡泡温泉放松一下，就不用陪我们俩憋在屋里头了吧？池哥，你俩站外面干嘛？进来聊。咱俩似的。我也想满足佳佳的虚荣。我来吧。 叫他一起吗？不用，快那毛病。他这是送了你多少玫瑰？半块外市场吧。对了，师哥，你怎么知道他送我是玫瑰啊？看着家里全都是玫瑰酱、玫瑰饼的，一看就知道是你不愿意浪费，资源再利用了。 3年了，我现在对你的了解，不比他对你的少。师哥，不好意思啊，本来说要请你出去玩的，但我这脸没法出门了。两码事，下次再请我。这次是我自己想来找你。 师哥，我有话想跟你说清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最终，你还是选择了他。连梦雨带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躲我。 我也清楚你对他的感情，你们在一起是迟早的事情。可是我越这么想，我越控制不住自己，特别想见到你。但一见到你，我又很后悔自己冲过来，影响你们的关系，成为阻碍你通往幸福的那个人。 师哥，你别这么想，这事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你谈恋爱之前，我都不会放弃的。吴佳佳，草坪上有虫子，你去看看。我不是杀虫剂。那你就给前台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自己不会去啊。好了，话说完了。 刚紧张坏了，好山好水好风景，我也该泡泡温泉，好好放松一下。你们俩都聊什么了？你管？哎，我说。 有事儿？你这是要干嘛？小爷我要去酒吧。
你的字典里就没有这词儿，你又哪个金搭错了？酒吧，酒吧，酒吧，现在有了，谁还不能去酒吧呀？真是。行啊，不过也不用捯饬成这样吧。去酒吧，不都这样吗？你这电影看多了，你油头粉面的，跟花公子似的。你懂什么？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打扮成这样，万一被哪个姑娘看上了，灌上几杯，带回家，就真的长大成人了。那不正好吗？接受洗礼，省得老有人说我幼稚。回见了，您呗。 给我来一杯红粉佳人。这位女士呢？跟她一样。给她来杯橙汁就行。好嘞。我也要喝酒。我买的，我说了算。啊，我自己付钱。那你自己单开一桌吧。开就开。没事吧，佳佳？没事。哥们儿，撞上人不会说声对不起吗？你谁呀？我，别打了！这个年纪啊，都愿意在姑娘面前表现，见不得姑娘受委屈，心情能理解，但是不能动手。是他们，他们再不对，我们也不能动手。 警察叔叔，是我们太冲动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给谁添麻烦，这是扰乱社会治安。对对对，警察叔叔，您说的有道理。他呢也是为了我，那人一把把我推下去，这幸亏我是医学院学生啊，我及时护住了我的脊柱，这否则我这很容易高位截瘫呀。再说了，警察叔叔，他一个人也打不过那一群人，您说是吧？ 好吧，有事好好协商。哎，哦，好好好，嗯。同事打来的，对方同意和解，你们家人已经交了治疗费用。家人，大家。 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没有啊。爸，你明白吧？你个臭小子，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吧？带佳佳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你有没有脑子？年伯伯，我缠他带我去的，你要打就打我吧。你别替他说话。 小子，我找你好久了，你现在长能耐了啊，竟敢私偷酒庄的公章，把股份卖给资产一半！爸，这事咱回家说成吗？别吓着佳佳。
你为什么要偷公章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甭往心里去。打小没少替你背过挨揍，这能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的？我都记在账上了，我可不是那种会做 paper 买卖的人。 你看你从小到大，就想在年叔叔面前证明你自己。这好了，全在我身上。你要是心里真过意不去呢，就陪我骑一下双人自行车吧。 佳佳，一直没跟你说，你穿这身衣服好看，是你挑的好。咱俩要不然还是别这么说话了，我浑身支起鸡皮疙瘩。我也是。你把我留下，是不是怕我爸把我打死啊？不是。 我有话跟你说。说什么？其实我买房子就是为了赌气。嗨，这我能不知道吗？你成天光顾着跟我较劲了。不是跟你。不是跟我，那是跟谁啊？跟和我一样的人呗。和你一样？谁和你一样啊？一样喜欢你的人。啊？ 哎呀，我买房子其实就是为了配得上你。傻瓜，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你什么样我都不在乎。拉倒吧，全世界最嫌弃我的人就是你了。全世界最离不开你的人也是我。我们就这么一直骑下去吧。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不透明。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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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什么时候爱上我的？不是，凭什么你先问我呀？你先说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我不说。那次你扮成卢教授陪我去跟侯林吃饭，你喝多了在酒店捧着我的脸哭，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对我动心了？你胡说八道，做梦呢你！喂，荷兰交流团都到了，你人呢？ 不是2点吗？现在都1:45了。啊，我知道我上马上过来啊。我先走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音像店被庆祝老板兼梦影和发小卢佳佳修成正果，三日大球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吧？别生气了，啊。生气了。 不是，哎，我就想着想全校宣布你俩恋爱的同时。
给咱年总的宣传啊！我也没别多想啊，你说这刚在学校溜达一下午，得赶上国际会议了。我觉得吧，这事儿咱要惯，就归大志。你怪我干嘛呀？你说的那是，嘿，要不是你跟佳佳打招呼，他能生气吗？你自己琢磨。我觉得吧，宇哥，咱晚上啊跟佳佳道一歉，让大志。哎，反正佳佳大人有大量。行了，我以为你们俩最多也就是打个电话给温静姐姐，让她跟全国人民通报一下。现在好了，全球半个医学界都知道我跟佳佳的喜事了。没事儿，哼着你没生气呀、啊？特别过瘾，就是什么呀？过于质朴了点。不是，那到底是好是不好啊？精准打击，非常好。哦，明白了，走，大志，再溜达两圈去。哟，您还忙着呢。达子跟大志都忙大半天了，我让他们俩先去吃饭，这点事儿我自己弄也行。您这也太含蓄了，不到大半天，那广播啊，也就是从2点播到晚上8点，也就小半天。我现在这阵势已经是收着来的了，必须得让学校那帮恶狼都知道你名花有主，都给我离你远远的。看看你，为了我用着这么大费周章的吗？那万一他们都开窍了，像我跟江峰似的往你身上扑，我哪儿挡得过来啊？这叫防患于未然。这也太夸张了吧你。陆佳佳，你该不会还惦记别的男生了吧？不行，我得给你盖个戳，让你成为年猪专属。国际学术周马上就要结束了，按照惯例要选出一个志愿者代表在总结会上发言，这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外众多的医学界专家学子面前露脸。压力虽大，机会难得，咱们班有没有同学愿意参加的？啊，你就算了吧。不是老师，我推荐宁梦雨的女朋友卢佳佳。哦，安静安静。赛南，你英语比较好，还是你代表咱们班级参加吧。啊，哎，不是老师，我也推荐卢佳佳，这次交流她表现非常好，荷兰的老师跟同学也对她评价特别高，所以我觉得这次机会非卢佳佳莫属。还有其他同学愿意参加的吗？老师，别谦虚了，众望所归。卢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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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佳佳。好了好了，安静。那好吧，佳佳同学，那你就好好准备准备啊。好了，散了吧。代表，代表。反抗有出丑呀？能啊，大一运动会的时候没能让你漂漂亮亮的举牌子，这不是给你补上吗？那次只是代表班里，这次给你升级了，代表全校更风光。是，但我那口语那口才，再难都比不过。何况其他人，我去了真凑数。你的专业从来没有跌出过系里前十，口才不更是没得说吗？我那口才又怼你来劲，人家那发言都是要英语，那口语一走胡同味儿。我已经给你请了最好的英语老师了，一对一授课。啥时候请的？这不是刚下课吗？现在。别跟我说英语老师是你啊！我的口语可是经过大洋彼岸的母亲大人检阅过的，保证让你拥有一口纯正的美式发音。那行。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it into your heart.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宁老师，翻译怎么样了？马上了。别老盯着我啊，我脸上又没单词。你要给你做炸酱面。我这么辛苦，一碗炸酱面就能打发我呀？再加碗豆汁啊。不行，再来点元素肉。等我。Her medical interest is general medicine with an emphasis on digestive. This time, hemorrhage and. 歇会儿吧，吃早饭。不吃。And cardio. 你笑啥？Cardiovascular， 这词儿也太难了吧！手给我。Cardiovascular。姑娘。Cardiovascu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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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啥？我又没追你。你听我啊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I'd like to send the sincerest regards to the friends from all. 看着点路啊。Dear teachers, my students, good afternoon.Lu Jia Jia， 你听我念一遍啊。Dear teachers and students, good afternoon. I'm Lu Jia Jia. I'm from， 别笑。I'm Lu Jia Jia. I'm from class。哎，去死！看点路。I thought I was hav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滑一下而已，有这么严重吗？唉，超级严重。我看你不是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你是 strabismus。虽然我对他短暂的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但是。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 德怎么样？没事啊，是他们没眼光。谁没眼光了？选我就没眼光了？选上了，厉害呀你！好了，那你去吃饭去。吃饭不着急，先跟我走。啊？去哪儿？慢点啊。嗯。哎，不用瞎摸，没东西。有台阶，二小心脚下。对，好，到平地了，右转。还有多久？坏了啊！别睁眼啊！还有多远啊？Thank you.
子还是那么难看。其实，非典结束隔离前一晚上，我给你写了一宿的情书，但是结果也没能送出去。咱俩在一起，也是你先开的口，所以我想给我最喜欢的女孩一次正式的表白。只可惜我文学功底忒差，只能从你喜欢的书里边抄这些情话给你。虽然我才华不够，但是我耐心特别够，我抄了好几个晚上，就是想给你最好的，不管是情话还是生活。我特想知道你那天晚上写了什么呀。我还真带了，你确定要看？快点，别磨叽。那你不许笑话我啊。马上就要实习了，激动归激动，但是还得听我唠叨几句。不管是住在宿舍还是住在外面的同学，路上必须注意安全。我听得清楚着呢。要考研的同学，不信待会儿给你复述，自己合理安排时间。行。复习实习两手抓。在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听带教老师的话。初来乍到的，挨训是很正常的事儿，千万别往心里去。但是，如果遇到难处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知道吗？知道。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实习的机会，迈好成为医生的第一步，好吗？好。好，三南，把这个实习志愿报名表发一下啊。哦，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不要忘记写毕业论文和实习报告。来吧，复述一遍，复述不出来一周不许吃饭。实习期间一周只有一天假，请假超过两天要到学校报备，修不过学分就拿不到毕业证，值不值夜班要听医院安排，论文实习报告一个都不能少。这我们，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这还要照顾生意呢，你这三头六臂你都忙不过来怎么办呀？那我就七十二变。你是好好锻炼，上去。好吃，好吃啊，多吃点。小心烫啊。你要辣死我呀。洁癖累不累啊？我呀，只对两个人没有洁癖，一个是你，另一个嘛，谁啊？咱们的小崽子。谁要跟你说小崽子？哎呀，那咋了？不一定是两个，万一你生了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呢？你当我是老母猪啊你？谁让你老叫我年猪的？这就是你的报应。
说吧，是怎么跟我混到一个医院去的？我照着你填的表，怎么就不能了？我是明明背着我干坏事了。对你，我要是一点防备都没有，这些年我白活了。咱俩没谈恋爱的时候还天天在一起呢，总不能刚谈上就见不着面吧？再说了，实习期间事儿比较多，我不放心你。啊。